是你这副表情，还是你不听，所以就不唱歌，太多太任性，所以不敢认识新朋友，会情太白出，所以只敢一个人行动，回来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不堪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，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要有什么好害怕，你该勇敢放手一步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卑微的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抵挡，别被你的自卑给左右，所以就不敢做，他说他不懂人，所以保持沉默，他会被人抛弃，所以不轻易跟人靠近，他会感到结局，所以才开始就封闭自己，看来连最单纯的关怀都像是刻意的讽刺，讽刺你最不堪的真实，讽刺你最害怕的样子，你可以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要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，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被孤寂捆绑，对谁都可以低头，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，如果什么都还没做就先放弃了的话，不觉得有点太可惜了吗？输给任何人，没有人非赢不可，所以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你该勇敢放手一搏，该轰轰烈烈一场，而不是被无谓的固执捆绑，对谁都可以抵挡，别被你的自卑感左右，说好的，说好的，大合唱呢？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搞我？